今天啊，我讲的这些啊，这个挺重要啊。这个在两个月、三个月以前啊，这个取一百水，取了一百水之后，我告诉你们啊，这些布局的这些事儿啊，到今天呢，就开始呢，马上就要到啊真正的正日子了啊。实际上呢，到16号甲戌日啊，到甲戌日呢，从冬至之后啊。你去看啊，它已经过到了什么呢？第三个戌日了。这个三戌啊，从冬至之后的三戌呢，到什么时候呢？在过去啊，传说当中，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腊月里边真正的啊祭百神的日子啊。实际上从这个戌日开始，也是我们家宅啊，家宅里边的这个家神啊，这个宅神啊，到这个所谓说到天上去啊，人家是开大会去了，干嘛去了啊？反正众神，人间的众神呢，就是这段时间呢离开了，然后到了什么呢？三个三甲日啊，从这个甲戌一直到2月3号啊，这个2月3号应该是甲辰日啊，这个到那个时候呢，太岁啊，太岁爷。啊，会这个跟你家里边的家神啊，这个宅神一起啊，他们估计手挽着手啊，这个、应该就回来了啊。到那时候就正式的开始了啊，这个新的一年啊，值年留班啊，这个上班啊，这个开始了他们的这个工作了啊。好，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在会员网站上把这个十二生肖真正的十二生肖太岁符已经啊公布出来了啊。我们现在啊在座的啊能听到我这个视频里面的人，你按照你的生肖啊，你说我72年啊属鼠啊，我70年属猪啊，我86年属虎啊，这个90年属马啊。好，按照我现在说的啊。十二生肖就分成了6个配对儿啊，你再用你的生肖跟你的这个太岁值年的这个太岁爷一起，就正式形成了我们这个搭配了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哈，好吗？你跟太岁爷搭配起来，你想想啊，这个太岁爷就属于你自己啊专门的一个什么了啊。好吧，你现在甭管了，你先别闹了，我讲最重要的这块没关系，好吧？哎，这个你给我放平了那边啊，你瞧，你给我放平了那边斜着，我看着好难受啊，好吧？哎，你听我说啊，他现在又想弄我这个光线，我管这光线干嘛呀？待会儿我说完正事儿了啊，好吧？十二生肖是怎么样啊搭配的呢？子鼠跟丑牛是一对儿，好吧？这个寅虎和亥猪是一对儿，辰龙跟酉鸡是一对儿，午马未羊是一对儿，巳蛇申猴是一对儿啊，卯兔戌狗是一对儿，好吧？你属兔的，好，你就找这个十二生肖太岁符里边的那个狗啊，狗的那个太岁符啊。把它给荡下来，荡到手机里边，或者是打印出来，或者是你能照着画最好啊。这个好，这个怎么办呢？从26号开始的这个三甲日，分别放在门口的位置上，我们烧香啊，这个有可以。点蜡烛的啊，可以点蜡烛啊，然后通常呢，我们是用3杯水呀、啊，点蜡烛啊，这个烧香啊，就实际上这是真正的迎请太岁啊，迎请太岁伴随着你的这个宅神啊，也就是说土地啊，这个包括五路财神，真正也是跟。这个宅神太岁爷一起他们才来啊，他们来呢，这个在三甲日完成了之后，他们正式的来你们家啊，就入住了啊，入住你们家之后呢，你们家就开始啊一系列的这个啊好事啊啊平安呐 啊健康啊财运啊都会给啊。好，
我现在呢，这个正式的就开始说我们这个九星八门的这个布局的这个秘法啊。有些人呢，可能说，我都听这些东西，我脑子都怎么样了？我讲呢，肯定是很那个很仔细的啊，很简单的这个仔细的跟你们讲啊。好，我先讲这个23年癸卯年啊，这个八个门啊里边的其中的一个西南门啊，我们大体上呢，把我们这个住宅就分成这个八个方位啊。这个东南西北啊，这叫四正方位啊，这个再加上四个角啊，四个角啊，这个就是构成了八门啊。这个西南方啊，明年的这个一白啊，这个在这个方位上啊，一白星方在这个方位上啊，它是最吉利的一个门啊。这个西南方的一白方位，从16号开始布置啊，这个有什么呢？最好有一盏好看的水晶灯啊。那我说叫水晶灯啊，好多人不要说这个，说水晶灯我哪儿找去啊？什么好看的灯啊，台灯啊，地灯啊，就放在这个门口啊，放在门口的上面啊。这个进门有玄关啊，这个玄关的上面有柜子啊。这个普通人家呢也有鞋柜啊，也有别的柜子啊，你就放在这儿啊。好。这个有大象的图案跟鹿的图案的啊事物啊就可以摆放啊，这个红色的蜡烛啊，这个白色的蜡烛啊，反正就是蜡烛啊，放一对儿在这儿啊。还有些人家呢，有些是什么宗教用品呀、佛教用品呀都可以啊。好。女性特别加上一条啊，家里边的女性要在这儿放上一点这个好的啊，这个你经常用的化妆品啊，这个口红啊，这个什么哪儿啊，这个好，放上一点化妆品啊。一白方位是明年最好的，从这天开始三个甲木的日子做完了之后啊，据传说啊，这个在一白啊，这个太岁啊进屋的这个之后，在今年叫世人遇之必得其禄啊。过去的世人是说什么意思？在这个走仕途的呀，还是干嘛的呀？这个哎，现在呢是什么呢？上班工作啊，这都算世人啊。这个在年内就会得到啊升职啊、加薪呐 啊，反正钱包啊各方面都给你啊。普通人遇之也主进财喜啊。好，这个做生意的干嘛的啊，这个普通的人啊干嘛怎么着啊，今年的话呢会在什么呢，在下一个的一白月之前，九子跟一白配合起来的时候，连着八白九子一白月啊，都会给你啊得到相应的财路啊。还有呢，这个家里边有这个学习，有在今年里边想拿文书证书啊，这个各种的这个毕业博士啊研究生或者是找工作啊，这都属于文书之喜，在今年呢在这儿啊一次同工啊也会达到啊。好吧，这个配合我们的文昌宝瓶都会得到这些啊。二黑是在正东，正东开门的人啊，准备什么啊？准备珠宝盒、紫砂壶啊，家里边要有玉石啊，这个石头啊、山啊，好看的就类似的啊。好，还有啊，这个我们家没有啊，但是你们家有陶瓷的瓶瓶罐罐吗？啊，把陶瓷的瓶瓶罐罐里边放上这个一些小的珠宝啊、首饰啊，放在正东。二黑呢，今年呢，你布置它呢，它不会给你得什么特好的这个运，但是呢，你在这个三年之内啊，这个买房子的、田产呀、各方面想卖的啊、想换这个钱的、想对把它的利润兑出去的，还有呢，想调整家宅的，今年在二黑正东方位啊去啊做这个局啊，它就能把
你今年的这个在田产上边的这些钱财呀、置换呀这些事儿帮你完成啊。有一条呢，想生孩子的啊，旺人丁的啊，添人丁的啊，实际上二黑呢处理好了，今年也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位置呢，今年不好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边，家里边有病符啊，这个人心情不愉快啊，这个忧愁、抑郁啊，这个难免啊。但是呢，他也尽可能把二黑的方向上啊，这个开灯点亮它啊。好，在三个三甲日之后呢，我们能换来好心情，以及房屋田产上边到底怎么操作怎么弄啊，它给你带来一些顺利的运气啊。东南这时候就走到了今年三碧星，三碧星就在这儿啊，东南方开门的家，嗯，这个七赤啊，这个或者是说这个跟这边配合起来，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呢？叫九星合十啊，真正的这个秘法啊，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个秘法，知道九星合十的局，知道怎么具体真正的布置，在什么时间啊，择日开始布置，从什么时间可以，我们可以写一个保证书啊，你布置完了之后啊，到几月几月啊，对应起来，你就能得到你这些啊。过去真正民间祈福啊，不是说我们上庙里边烧个香就完事儿了啊，那是老百姓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真正的啊，风水师啊，真正的玄学上边的这些啊大师们，他也未必有几个人知道这种秘法。这个秘法都是我这个二十多年以来到民间各地收集啊，这些各地的这个秘法哈。那么七赤跟三碧星啊合时，你看啊，我刚才说的啊，这些都是一白加九紫合时，二黑加八白合时啊，现在是三碧加七赤合时啊。东南方女性啊，这个女人啊，这个少女啊，或者说这个中年女啊，这个反正家里边女性的啊，第一个吉祥物居然是什么啊，居然是玩偶啊。好吧，我家里边有芭比娃娃，我家里边有椰菜娃娃啊，我们家里边那什么、啊、反正我们家的话呢，上百个啊，上百个这样的娃娃放啊。还有呢，这个这方向啊，这方向开阔的人啊，也可以最简单的用一只八卦罗盘啊，放在这个方位啊。家里边要是有猫狗羊造型的啊动物啊，造型饰品啊，放在这个方位里边啊，这个三碧七赤合时了啊。三碧星呢，原本是主什么呢？是主这个口舌呀、官司啊、麻烦呀啊，尤其是这个斗牛煞呀什么之类的啊，好吧，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些车祸呀、伤残呐、这个手术开刀啊，在这方面呢，我们啊给它布置好了啊，是可以把它的这个受灾的程度给它减轻。好吧，嗯，中心点这时候就回到了这个四绿啊。我们说到八白，实际上从真正的十六号开始这一天啊，在我们说呢，这一天是祭祀日啊，在这天祭祀日的人呢，这个实际上是宅心就在我们家里边的中心点啊。我们还有呢，这一天呢是人心，实际上是啊，这个甲戌日开始，这叫青龙啊，真正迎娶天上的贵星啊，这个贵神啊，叫天贵星，实际上这也是开始在这一天了啊。这一天愿望达成啊，这个或者是心里边有祈愿，从我们的人心开始啊，叫所求皆得啊。当然说了，你得有这份心啊，在中心点的时候呢啊，有一只钟表啊，这个水晶石啊，这个包括哈、啊、六只高脚杯，倒上一白水啊，这个也能够让我们的人心宅心啊，我们本身的这颗啊心啊，是跟
太岁爷落在哪儿？太岁爷就落在我们每人的这颗人心上面啊。中心点四绿，用它这个搭配了之后的话呢，今年啊，文昌文曲入住啊，科甲排名啊，这个都好啊。这个是君子啊，据说是加官啊，连小人都进产。我天哪啊，好吧，这个四绿星的话呢，今年是少有的一年啊，过了这之后的话，四绿在入主中宫的时候呢，就等到这个九年之后了啊，好吧，今年的话呢，我们把中心点这块也给它做好了，这也算是一个门，除了那八门之后的这个九门啊，九门啊就是我们的新门，好吧。西北是五黄啊，西北今年的话呢，这个在过去说啊，这个家里边有厨房的啊，火烧天门，但是今年五黄呢入住，五黄本身属土的啊，火烧天门呢啊倒不严重了啊，实际上呢这个五黄这边呢最主要有大门呐、啊、这个方向啊，好，白色的啊脚垫啊，脚垫下边啊垫五枚啊，这个铜钱啊，这个五帝钱啊，没有就用硬币啊，这个放在下边啊。家里边有金属物啊，有金属的啊材质的东西啊，放在这儿啊，金色的一个大碗啊，银色的一个铜盆啊，或者怎么着的啊，这都可以啊，好吧。这边啊，五黄给他这个镇住了啊。今年的五黄呢，最怕是什么呢？在叠加了这个物体啊，都天这个大厦啊，这个再加上车库啊，再加上门口，再加上有些人家里边西南方就有外边啊，有路啊，有马路啊，有外边啊，又动土施工，今年的凶性啊不免了啊。这个，但是我们尽可能啊，在这边看啊，给他安稳住门路上边呢，尤其要是什么这边有正好正对着啊，这个车库啊，这个外边的门呢，今年呢伤灾啊也给它化解，具体到那里边安人水啊，放车里边，我以前都讲过好多啊，以后细节方面来说啊。这个西边的这个瘟疫啊，这个瘟病，尤其家里边有老人，在这方面呢要尤其特别注意啊。这个三甲日啊过完，三甲日过完，我们家里边有老人的啊，基本上就能够躲过这次的这个大瘟疫的这个情况了啊。老人很危险的啊，是在这边呢，好吧。这个正西是今年六白方位啊，我们合正西的这个方位呢要用四绿啊，这个女性家里边的要啊买啊兰花，过去啊买兰花的效果特别好啊，有人用文竹，有人用啊四枝绿色的这个什么转运竹都可以啊，再加什么一个东西，再加一个香水瓶或香气瓶、散香瓶，有的是插电上面啊，这个像盐灯一样的，这个还有散香的这些啊，在正西，因为正西跟正东开门的人呢，在公寓里边是很多的。说到公寓啊，好吧，说到公寓了呢，五层以下的公寓实际上它是以那个进这个楼里边的大门啊为主的，但是你呢五层以下的这个公寓的话呢，你在你的家里边的家宅的门啊也要看好了啊，这个坐就在这儿坐啊。五层以上公寓的人，一个是在门可以做，门口可以做，更主要的是在你家里边的这个落地窗、客厅的窗啊，朝向在哪儿，采光是在哪儿，采光这一面主要的进气口就变成了你家里边的啊阳台、客厅采光口了，好吧。那我在这儿说的啊，就是说五层以上的，你可以在家门口以及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客厅采光的方位来做，好吗？好，六白说完了，那就是东北七赤啊，东北七赤方啊。三碧入门啊，这个尤其是啊，今年啊，这个南半球啊，南半球说到这儿了啊，完全
不要听啊任何人说跟你说啊南半球到了这儿的九星我们要给它调转。还有这什么的话呢，这两天有些人好多人问我啊，说这个我们在南半球在澳洲我们这个九星怎么调转啊，这个好麻烦好这个啊，根本就不用调转啊。九星呢是按照天上的天性和地上的这个九个宫位对应着来的啊，那你要把地上的九个宫位调转了，你是不是要把天上的九颗星也调转呢？啊，好吧，在上周啊，这个说到这个问题，大姐说突然之间跟我说，我都明白了，不对呀，南极跟北极是这个什么的？我说你这说的还是地面上的事儿啊，南极跟北极是固定的，所以你在南半球跟北半球呢，方位上边根本就没有这个调转的这个事儿。他是说以太阳的轨道啊，黄道来讲啊，这个黄道啊来讲啊，说你分南半球、北半球，在真正的地面从天空上看，它是不分这个啊什么调转的这种事儿的啊，好吗？那我就说你这个人到了北半球坐北朝南了啊，你南半球说看着太阳，你就把这个方向给反了，你是不是要把北边啊换成南边啊？那你那指南针啊到了这个那边去了之后，它怎么指的呀？它会不会反向着指？啊，好吗？好吗？这些事儿啊，其实今年啊，东北方开门的人一定要有好看的啊，插花、鲜花、植物啊，这个或者是风水图啊，这个风水图上有这个花草啊，啊，这个什么人啊，这个过去中国有这吉祥图案，大牡丹花啊，是不是？好，这个方位今年也是要有什么，也是要有啊，开灯啊，开灯啊，这个用一白水、盐水，包括安仁水啊，这个怎么布置的啊？放在门口，有些人家里边东北方是车库啊，有些人东北方是进门车库啊，走动的啊。这个方位呢，严格的说啊，要用这些三碧星啊，三碧的这些吉祥物来合它啊。好，正南八白啊，这个是。在八运当中的最后一年啊，这个八白的财星啊，八白的财运，八白的旺气，到了最后一年了啊，就是正南方啊，正南方啊，开窗开门，五楼以上的公寓基本上啊，坐北朝南的很多了啊，好吧。有读书的，家里边有上学的，有准备要升职的，有准备做外贸的，有准备做全世界的这个生意的人。第一吉祥物啊是啊一只地球仪，好吧，我现在看那个地球仪有出的那个很好的悬空的啊，这个两头没有架的，中间啊在这儿转，哎呦太好了啊，有的还带灯的啊，有的还带什么的啊，地球仪找一只啊啊，普通的人啊升官发财，或者是说这个做生意啊，这个方位用好了，今年啊有一只陶土罐啊，陶土罐这个大罐子啊，我这个罐子里边怎么做的这个啊，这个里边放什么东西啊，我以前都讲过，实际上正南啊这只大的这个陶土罐啊，这个呵呵就是放在正南八白方位，这个八白星的最后啊，这个财神爷啊，这个主八白的财神爷还给我们这个地球上每一个人啊，最后一年的啊，这个发红利呢，好吧，去抢正南的这个啊，都容易抢得到，因为什么呢？因为八白的这个财神啊，这个在他最后一年里边啊，他有很多对于这个财富啊，对于很多钱那什么伸手要的人啊，他都大赦啊，他都大笔一挥，都给你们钱。八白的这个财呢，甚至于有人啊，这个过去说啊，叫银布卯发啊，什么月呢？从二月份开始，八白月啊，这个就来了。实际上是过完这个从春节啊，这个大年初一啊，大年初一所谓的迎财神，初五迎财神，都是迎的这个今年啊开始的这个。八白财神，好吧，正北方啊，九子今年入住也是
啊，这个最吉利的一个方位了啊。但是真正的九子呢，它离它的旺气来呢，实际上是什么呢？它跟八白啊一起，九子就来了。你真正的这个说九子星呢，这个财神呢，值日呢是在24年2月4号之后开始值日啊。但是他今年已经作为新的领导人啊，新的领导已经开始到民间。这个熟悉工作了，好吧啊，八白方啊，非常简单。我们几个月前开始准备的一白水瓶啊，一白水瓶啊，我是一白水瓶呢，就在这儿了，一白水瓶就放着啊。当然了，你放六只啊，这个是最好的啊，因为六呢在一白水那种啊。还有呢，是在这边呢准备这个男性啊，男性，你看刚才说了很多女性啊，现在说男性，男性必须买好看的这个手表放在这儿，跟一白水配合起来。还有呢，就是啊，就是好的酒啊，这个酒有什么牌子呀？不知道啊，多是多了去了，反正你就买一堆酒，买点酒放在这儿啊。实际上这边的话呢，这个配合这个一白的话呢，要是配合好了的话啊，在很快的时间里边，他就给你催贵啊。尤其是做那些呀、啊、以名代利的人啊，你比如说我做这个，我艺术家啊，我这个文艺的啊，我影视的，我演员的，我干嘛的，反正这些很多有名啊，需要名利的人，这个是第一吉神方位啊。而且今年的这个九子的话呢，这个弄好了啊，说是立即发福啊，而且他呢这个就是有一些凶灾呀、啊、不好好的事儿啊，来了之后，你把九子方啊给它旺起来啊。这个九子方的话呢，还有呢是水晶，水晶洞啊，红的水晶啊，好看的水晶瓶，水晶的饰品、装饰品啊，这个都放在这边啊。这个好，这边说的话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一贵当权啊，就是这个贵星叫一贵当权。众凶设伏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凶灾的呀，不好的这些星煞呀，啊，到这儿就全都啊，这个跪地了啊，全都躺平了啊。那么九子方啊，今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这儿你别跟我说，我们家九子是厨房啊，我们家九子是卫生间，我们家九子什么啊？那有些凶灾呀、凶事儿啊、不好的事儿啊，啊，这个难免了啊。因为今年的子午线啊，是一条啊，这个一正一邪的线啊。子午线呢，本来是好的，天上的这个九星对应着八白九子是好的啊，但是你家里边地上边的风水对应着是不好的，卫生间呀、厨房啊、污水呀、脏水呀。我们家九子方正对着前边啊，是这个公安局啊，这个凶神恶煞啊，医院啊，这个包括火葬场，哎呀，我天哪！我前两天就遇见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特别不好。好，到此我讲完啊。这个没有加入会员的啊，你正式的就可以赶快啊，这个加入会员了啊。这个行了啊，大姐，你给我这个后边的这个光线，你想怎么弄你就弄吧啊。哎，其实我放这个就行了，嗯。哎，对，今天的太阳就有点足啊，这个什么了啊？行了，哎，好，立刻就没事了啊。行啊，好，我这个再做一期两期啊，下周三吧，下周三就是18号了啊，明儿就过节了，过节春节，哎，春节期间呢，我就不做直播了啊。我可能呢一直到2月4号呢，我就都不做直播了啊。这个我做点那个短视频呀，做点什么，你们有功夫就上来看吧啊，好吗？过节期间呢，人也忙也怎么样的啊啊。这个今天啊，你们有什么啊事情啊，跟下周三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儿啊，尽可能问啊，问清楚了就行了啊。好，没加会员的加会员啊。这个大姐说没点赞的呢，咱们给点个赞去。我这一口气说这么长时间啊，这个点个赞加会员，好多人还居然说这个加会员里边啊怎么弄啊啊，好吧。
我们从今年这会儿开始，我们会把这个每个季节啊，甚至于我明年2月4号腾出功夫来，这之后啊，这个我会把什么呢？我会把每个人的生肖、每个人的八字对应着新的这个流年的这个情况啊，争取啊都在会员那里边给你们仔细的讲。现在是没有那个时间充分的讲了啊，好吧？这个这一期非常重要啊，这一期你理解了、做了之后。后边才有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好的事儿啊和这个坏的事儿要避免的啊这个情况啊。好，嗯，金羊啊，飞薛凯元、洋葱头啊、米多多啊、夏雨冰，呵，这名字呀都好有学问啊，是不是啊？到冬天的时候你还跟人聊聊夏虫，是不是？好吧，嗯。你看我说有学问嘛，后边紧接着文人骚客就来了啊，文人墨客L3 S3 小红点火焰山吴老二，澳洲这边都野蔓了啊，我天哪啊，澳洲怎么办呀？我就在想过完年之后我给这澳洲提前点儿怎么着，你提前了呢，人家美国那边呢又晚了，我天哪，尤其美西，好吧，因为我们这个是全球联播啊，全球大联播，全球的这个大周末，好吧，嗯。S3 啊，美国南加州97年136托大爷的福执行任务回来了，嗯，这个哎，好了，我这次呢，大姐特意提醒我说，你是不是啊？你这个直播的时候啊，这个聊天的模式给改成了重要聊天。我说我没改它，它自己跳到重要聊天。它要重的跳到那个重要聊天上呢，它就实时聊天的这边没打开。所以这几次啊，这两次啊，还是上一次啊，说有些人说我发了问题怎么没看着啊，是我这儿只显示重要聊天，那就估计你不重要，知道吗？我现在给它改回来实时聊天了啊，就都看得到了啊。这个有个忘看到了，哎，你看他上次说提问的时候，我忘看到了一个问题了。今年6月换到一个物流公司啊，巨头带薪实习，9月实习结束，有机会转正，9月份能找到一个暂时的工作，9月到明年3月啊，那都是今年的9月到明年的3月了啊。你看这小子还挺着急的啊，好吧，坚持到学业毕业就行啊。这个投简历哪些行业啊，投简历就比较好。136这个事儿说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里边，你甭着急，走到那天为止，尤其是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新工作、好的工作什么这那的啊，都能到来，你也正常的都可以到毕业，好吗？啊，你至于说投简历啊什么这那的，你在8月份之前准备，到7月份开始咱们开干，好吗？应该是还跟这个金属啊、汽车呀、物流啊、这个货物啊、轮船呀、大炮啊这些有关系，好吗？要不然你犯军火的还是怎么着啊？啊，哎，他又打了份上，又问了一下说之前合作过的校友合作做生意啊，提供客户我找货方啊。哦，我天哪，大姐告诉我说你这个刚说完军火，他这边就说军火生意呀，没有。你说，我就说上次啊，我就说从这以前开始，我说我做什么事干嘛的时候，我都有感应。我跟人家打电话的时候，我这个比如说我后腰子要疼了之后，我问他家里边有没有肾啊，有没有肾脏不好的，我这个我爸我这个透析呢还干嘛的啊，我那时候子宫那什么的，哇，那边马上子宫做手术了。我这他妈说军火，这小子军火就来了啊！美国、欧洲啊，进出口可做这生意。好，你先做啊，一切都在拜登的这个许可下啊。乌克兰那边要跟你配合好了啊，你好好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每个月都在给这个批这个多少亿啊，这个上百亿还是几十个亿的这个订单啊，给乌克兰，好吗？你往那边去干干去啊，好吗？这个没有什么危害性的，合理合法的啊，你本身的也有这方面的运气啊，但是呢，你注
意呢，跟你合作的这个人呢，他有没有那个能力，还是说在这儿忽悠你呢？好吧，啊，至少是到这样的公司里边去啊，这个工作啊，实习啊，干嘛啊，这个很可能运气啊，而不是说啊，你亲自做这生意去，好吧，啊。好吧，跟这方面的人多联系啊，有你的这个经历啊，到这些公司里边也有你这个运气啊，都应该可以啊。好，庞大人啊，这个刘铁汉来了啊，直播收获一外号啊，这个什么咪猫、浪的王、殷敏啊，这个大爷穿绿色好看。好，好，那这个八字里边有水火相伤的、水火相战的啊，你们穿绿颜色的啊，好吧啊，除了绿帽子不戴，绿颜色、绿裤衩很少，我干这个找绿裤衩很少啊。从这几天开始到三甲日啊，三甲日呢，也就是说到2月3号。这串时间呢是阴气呀、啊、各方面的还要走半个月，还要走一个月。凡是有心脏不舒服的啊，包括心肌炎、心脏病啊，包括有些什么血管、心血管方面的毛病的人，特别要注意好吗？这段时间你说是因为这个他们这个病毒开始导致的心肌炎，还是本身有心肌炎，由于他们这个病毒的状况促发的啊，在这段时间里边啊，很可能都会频繁的发生啊。我每天的电话里边听到的啊，这个家里边的死人、家里边的重病啊、家里边的这几天开始心脏方面的爆发、突发的，这是也开始很多了啊。好吧，吉祥如意，吴老二打赏，大爷换天心以后贴在瓶子上的149啊，这个到2月3号之后你们就可以给它接下来好吗？这个望天心实际上是加上我今天呢说的这个八门啊、九星啊和太岁、迎太岁的这个局是一起的。因为今天我讲到了啊中宫啊，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天心，讲到了宅心，讲到了人心，好吗？实际上换三心啊，是让我们啊从心底里边做到敞亮啊，你心底里敞亮了、宽阔了、宽敞了啊，这个太岁爷啊、财神爷啊都会来的，好吧？你就烧了也行啊，放在一边也行啊，跟这个太岁啊，这个都放在一起啊，这张符啊，太岁符都可以，好吗？米多多，台湾最近有一个命理界闯荡了20年的人，在过去10多年在媒体发表文章的，他出书，他说开始换天心，这一定是看大爷的节目，后来他才开始换。我靠！等他换天心的时候，我们都开始换人心了，行吗？好吧，啊，这个人心呢，啊，不用换，是与生俱来的啊。但是真正的人的有一颗心呢，它是不包含着这些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他那颗心也不用你去望他，也不用你让他敞亮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压根儿就是很敞亮的一颗心。每个人啊，记住了，就连那个所谓的坏人、恶人啊，那颗心啊都是一样的干净的，只是我们后来误以为在这颗心之外还有了另外一颗别的心，我们需要换的是那颗心。那颗心里边有是非、有善恶、有什么什么什么啊，乌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好吗？所有的人到今年开始觉得运气不好的，实际上也是需要换天心，调整到一个新的未来的开始的九运的这个天心上来、人心上来，好吗？这个大爷风水布局厉害啊，今年开始说换天心啊，过去从来没有，大爷以后干货真的要会员限定才行，好吗？他提醒我以后不要再公布的讲这些了啊，好吗？在之前呢，这些公布的讲这些、公开的讲这些呢，讲就讲了吧啊，好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大爷心里边啊，我们还是以这个善良啊、以善心为主的，哈哈，好吗？我们以后吧，在会员里边讲那些秘法吧，公开的时候呢，讲一些浮皮潦草的东西啊，好吧，这个，而且以后呢，我就说那个，
可能我这个直播呢也不会固定在啊，就是一周啊就做两次啊或者怎么着，我可能呢这个重要的时候呢我出来做啊，不重要的时候呢这个我可能就真正的回到我的这个会员的这个小课桌里边去了，我到那里边呢跟你们聊去，加了会员的人呢还能够保证呢啊每天见着我啊，没加会员的人呢很可能我就消失了，好吧啊。另外一点呢，在今年的这个立春前呢啊，我们本来也都是有安排，这段时间是闭关啊，这段时间呢可能就闭关了，有一段七天呐、十天呐一个闭关，好吧？那这个下周吧，我争取下周三再做一期啊。从周三之后呢，也春节了，春节那段时间呢我就休息了。我在会员里边呢，我会发一些东西啊，告诉你们啊，具体的里边有啥。立春之前很重要啊，到这现在之后呢，这些天呢，你看那些那个。讲究的哈哈哈哈，这个开始看风水，我天哪啊！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澳洲的一个风水，我是先看他的命啊，我说不对，你这命里边这20年，你这财运怎么延续这么好？你前面这20年就这么本身就这么好了啊，就做石油啊、能源啊什么这料啊。我说你买这房子也不对啊，我说你把这图啊，这个给我发过来之后。我一看，哇天哪，正合下元九运的这个大财运的这个旺山旺向的这个啊，这个北边啊，这个开门草地啊，高处见山啊，望处见山啊，这个向星见水啊，山上龙神上山啊，水中水神下山，哎呦，水神入水，我天哪啊，灵神水灵正。特别强啊，这边是九子坐南啊，一白啊，这些朝北，我天哪啊，一白方见水的有水啊，这个九子方见山的有山啊。我说多少钱啊这房子啊，600多万，好吧，说是什么呢，另外有一个中国人跟他争啊，他多加了20万。我说以后啊，再过20年，这个传说呢，这个故事呢，改了一个版本，不要说因为人家跟你争，你多花20万，好吗？我说那是因为这个房子大爷告诉你之后风水好，你多给了对方20万小费，好吧。行了啊，这段时间看风水的告一个段落之后的话呢，从2月4号正式开始就是望春卦了啊，这个看立春啊，开始的这个立春卦，这立春卦呀还要延续这个将近2个月2个多月了，可能得啊，我每年从2月4号立春一直到4月5号清明，我稍微能喘口气儿了，4月5号之后稍微能喘口气儿。每年啊这段时间他有持续的看流年的人，他就有这个习惯，他也知道每年怎么回事儿。他从20年前呢找我考我看命的那些人已经形成了每年每年的良性的这个啊循环哈。好吧，嗯，严勇啊，这个好，看到严勇之后呢，把我们大黄给抱过来啊，我们展一眼啊，这个马上到立春了，过年了啊，有这么多人啊，给我们大黄买猫粮啊，这个买肉棍啊，让大黄这个感谢一下啊，让大黄感谢一下啊，好，大黄，等会儿给大家作个揖，拜拜拜拜啊，这个说小年儿，今年正好是小年儿啊。你说过年好会说吗啊，过年好啊，拜拜行了，好吧，这个麦琪啊，你们家那个好不好啊啊，这个今年开始养猫的人啊，运气什么各方面都特别好啊，嗯。铁萌萌大爷，我是会员，支付宝打赏啊，2月份要做一笔贷款，想问施文丽妈啊，好，你像你这个铁萌萌啊，你这个第一次说呀什么的，你要写上什么呢？你要写上那个坐标啊，在哪儿？好吧啊，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你上哪儿去贷款，你是国内的呀，还是哪儿的呀？啊，支付宝打赏是不是国内的呀？我都不清楚，好吗？这个中国的情况跟世界的情况不一样，这里边我多次说过啊，看我们这个的。
昆明的，好好好，那个干我们这支啊，都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共业的问题啊，就是说，你看你在这个中国啊，它中国是属于这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状况下，它会影响你每个人的这个命啊，这个状况啊，好吧？321理论上从2月4号之后啊，顺利很多啊。这一段时间在2月4号之前不要太着急，人家也过年了，人家也不受理你了，好吗？啊，你2月4号之后啊，用10天的时间啊，这个原则上去办应该有啊，这个还相对不错的啊。但是呢，这里边也同样我敢保证的是，在2月份啊，出台他们出台一些什么规定了啊，怎么着了啊？这个不给你办了啊，不给你怎么怎么着了啊？你也没辙，好吗？你要是昆明的话呢，看你家的那个财运的风水状况呢啊，我是不是也给你布局了啊？你如何把你们家？赶快啊，把财运的方位啊，那个怎么样？好像你们家正在装修，正在没结束呢啊，你们家那东西有点乱，是怎么着？赶快都收起来，是不是？我前两天跟你说了这个事儿了啊。王桂花、卡莎、布兰莎啊，这个肥多多、李小晨啊，这个 SHA 啊，777。梁教授、于宇啊，这个艾萨啊，阿新、冬天、胡桃木屋啊，压煞符烧完了啊，这个灰烬烧掉碗里边啊，一白水跟你说了，倒到你家的西南方向去啊，好吧？康兔啊，大爷，我会员啊，这个最近跟着大爷视频学习了，恶补了各种的风水知识啊。到2月4号，文昌宝瓶周围点灯啊，一直很长的长明灯啊，你最好呢点长明灯，最起码呢到2月4号之前呢，你先给它旺起来，好吗？以后呢，以后你就看你是不是省电费啊，你要把电费省了，你就呵呵好吧，有的是那种的那个 LED 那灯啊，又省电又那个什么，能起到那个作用啊，好吧。嗯，卡萨布兰卡啊，打赏请大爷喝茶，大爷给我带4根筷子去考试，虽然去的途中差点迷了路，在高速路上啊，还我还迟到了几分钟，最后还睡着了啊，这个也还好，不小心我就考过了。靠，你这你说这个你说这大傻是不是气咱们来了啊，气咱们来了啊，他都在考场睡着了啊。过了，我告诉你，那是考吗？好吗？你是相亲去了啊？人一看这个大傻来了之后啊，这个人挺好啊，长得这么美啊，睡着了就睡着，相亲去都能跟人睡着了啊？好吧，最后亲戚大爷啊和大姐，我靠，那亲戚大爷啊，好吧，我天哪啊，大爷这个岁数啊，那个胡子你不怕扎你吗？我昨天。我有那个3天没刮胡子啊，我跟大姐说，我说大姐，以后我是不是显得那个岁数大一点，成熟一点？我说我干脆留胡子得了啊。大姐说随便啊。后来我左心又一想啊，大姐躺沙发那儿呢，我说大姐报仨数吧。大姐报完仨数说算了，我还是那个扫不搭的给刮了吧，说不好啊，这个数上说留胡子不好啊。祝大爷发财说。华盛顿啊、女啊、83年247啊，大家看今年跳槽啊，有机会妈啊，这个好。今年是这样啊，你呢不是为了跳槽去找工作啊，你今年是为了看啊这个地方，你不跳呢，这个公司这个地方可能塌掉啊，好吗？今年意味着啊，这个90天啊，这个前后啊不顺利的一个状况就要来了，所以呢，为了这个找到更好的机会，你先储备着，先准备着，好吗？等你找到了呢，他们这边给你回复呢，我们再去衡量是走是留，好吗？你先给自己下一个地方呢做一点储备啊。梁教授，大爷，我还是窝囊，决定去读硕士了啊，这周刚拿到长期学生签啊。
这个什么叫窝囊啊？读书有什么窝囊的呀？啊，下周办完银行卡，找大姐跟您通话，好吗？嗯，这个梁教授，你拿到了学生签了，已经很好了啊。这个还有一个在新加坡的一个小兄弟，我们这儿的这个小兄弟啊，这个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都让他跟你联系一下啊。你呢也帮帮他，因为你是先去了一步的人，你们年龄呢都差不多啊。他刚去啊，到那边啊，这个好多不了解的事儿啊，你跟他讲一讲，看一看，要是能给他找一份这个长期的稳定的好一点的工作呢，你也帮他看看去啊。这小子这个刚开始不错，找了每周啊，我说每周挣多少钱啊，啊9000，我操，我说9000人民币啊，这个还是9000什么新币啊，我不知道啊，好吗？啊，反正挣的挺多的，但是呢一段时间人家过了试用期呢，可能就不要他了啊，好吧，梁教授，嗯。我带他，谢谢你啊。那、涂鸦墙 ，I love date， 东京小妖，枪枪啊，和婷啊，康兔大爷有个财位，我家财位上放着扫地机器人呢，这样不好吧？这样合适吗？行啊，好吧。其实真正的民间呀，从这个腊月这两天开始啊，有人说扫地呀、清理呀、打扫房屋啊，实际上是农村农业社会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叫烧柴啊，烧田柴。什么叫烧田柴呢？就是把田地里边的枯枝烂树叶啊，包括院子里边、家里边的哪儿啊，哦，放一把火给它烧了啊。那意思烧了之后呢，他们明年来年的什么啊？我就说是不是春天开始上肥呀？哦那个熟秸秆呢，烧肥。肥料呢？烧什么东西呢？好吗？你呢？这个扫地呢，也是把你家的这个财神啊，什么什么这一块桌啊，给扫出去了，好吗？啊，扫出去了怎么办呀？扫出去你自己呗，你自己蹲那个财位上面，好吧？你自己就把你自己当财神爷在那供着，行吗？好吧？啊，财神爷给你上香，财神爷给你那个拜拜啊，好吧？这个肥多多啊，被大姐连接什么直接看推啊，这个什么怎么着了？卡萨布兰卡又打赏，请大爷帮忙让你冬天找个房子啊。这个第一套357这套房子能达到87.88啊，这个满意度啊。第二套房子276啊，这个差点啊。第三套房子456，我天哪啊！456这套第三套房子已经达到了93.35啊，这个满意的程度啊。这个还有一个363的话呢，差点啊。好，第三套房子排第一位，好吗？第三套房子啊，这个赶快联系啊。这第三套房子还有一个事儿呢啊，说确定还在不在呢，明儿被人家啊另外的一个人啊找台湾的风水大师第一时间啊，我操，换天星给换走了，呵呵，好吧，行嘞。菠萝啊，王晶、魏晶、精锐啊、麦琪啊，这个红，嗯，果果打赏，冬天打赏啊，金宇问啊，我看了前面两个打赏都没问问题，这金宇问我帮朋友一起申请的澳洲签证，他过了，我的没过，不知道哪个方向哪个方位了啊。93年他在福建啊，过年应该回西安啊，祝大爷大爷快乐啊。好像他也没问我什么东西啊，好吧，他也没问我什么东西啊，好吧。啊，要是他的八字里边呢，我们看呢，他是壬申日的啊，刚过的这年呢岁破啊，好吧，我说呢是这样啊，这个你把我们的风水文昌局以及的那个驿马啊，出国的那个申请护照的最早我讲的那个局布置好了，你应该是在4月份啊还有机会啊，这个拿到啊，嗯，果果问。我所有的材料果盘 U 盘啊，那个 U 盘找不到了，如果啊会不会有人捡到对我有什么不好呢啊，它好像是这个渥太华818，首先呢这个没说有什么不好，你现在呢把你的那个东西呢丢失的东西呢赶快补回来啊，然后再到你丢失的那个方位3天内去转一转找一找，
然后呢你带着一个 U 盘啊，这个里边放着材料的啊，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你把它人为的丢了啊，这个人为的丢在那儿啊，完了之后你一扭头呢，你说哟原来在这儿呢啊，我就捡起来了，好吗？这是个骗人的局吗？啊，但据说很管用，好吗？我们做过很多集，包括说什么啊，这个签证啊、护照啊、这个入学啊、通知书啊，刚开始没来呀，或者丢了呀，或者没中啊，这个没要他呀，我们通过这样的局再重新跟他申请，也都找回来了。我天哪！以后我仔细再说啊，我们有很多的邪招呢，好吗？啊，够邪吗？也不能说邪招吧，反正挺邪的啊，好吧。大爷用免费的九星风水布局呢。好吧，这个有钱的呢就加我们个会员啊，这个再有钱的人呢跟大爷打个电话啊，更有钱的人呢跟大爷约一个风水，其实约风水啊最划算了啊。你约了一个风水局，我都把你们家每个成员的八字全都批一遍，哇天哪啊，你知道吗？然后呢再对应着你每个家庭成员的流年的这个方位和他的本命啊，然后呢你是读书的还是工作的还是岁数大的还是身体健康的啊，我等于通通的给你们批一下，你们要把这些东西全加起来，你们说你多少钱一份风水的钱啊，就能都包括了，好吗？啊，那你说没钱的免费呢，其实也不免费，人家上来呢关注我呢就给我这个面子啊，看得起我，好吗？我对每一个看得起我的人啊，我心底里边我都想对得起你们啊，好吧，这就是看得起跟对得起的关系啊，好吧。啊，麦琪，我讲的这个逻辑哲学啊是不是挺深的呀？小白，嗯， DS， 我操，这 DS， 我说 DS 还问问题，我操，我有事我得找你们 DS 去啊。哎，说了他妈三年了，三年多了，这 DS 到底在哪儿啊？我他妈看谁怎么都像 DS。 我就三年前开玩笑，两年前三年前我说这 DS 啊，后来我找了一通之后啊，我就找来哦，大傻的大傻傻啊 DS， 好吗？ DS 看看问什么呢，哦，他问 IT 呢，小编是不是把十二生肖太岁符红色底儿拿掉，这样可以打印在红色纸，呵，你看没有，DS 果然控制了这个世界吧，我靠的，连我们这符他都要给我们指导，都要控制我们啊，我们才不听你们这些 DS， 我靠的，你爱怎么弄你自己弄一下不是完了吗？我靠，那些东西，对啊，是你自己的打印机问题好吗？我靠，你 DS 这么有钱，我靠，你都掌握世界了，我操，你换一台打印机去，换个墨水成不成啊？好吧，以后 DS 再跟我说这问题，我们坚决的得跟 DS 战斗啊，好吧？咋的？我这个说好多网上说找 DS 骂 DS 的，我后来我就说，操 ，DS 在哪儿啊？你告诉我，好吧？堂堂啊，这个金桔老腊肉啊，小妖说我这衣服像老干部啊。小妖，由于你的工作啊，你呢就经常把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词儿呢你给带出来啊。我跟大姐说，我说领导干部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这个词儿啊。大姐说不知道啊怎么来的呀。我说啊，就小妖他们啊站在那个洗头房边上啊，穿着很简单的衣服啊，这个有人从那儿路过，他就问领导干部，我操，有的那老领导啊也回头啊一脸严肃啊，你知道吗，就开始拯救这个失足妇女，大声的斥责他们，多少钱？好吧，东青小妖，你还说我这个领导干部，哎，你看大爷吃亏吗？大爷绝对不吃亏，知道了吗？大爷从来在嘴上没吃过亏，好吗？行嘞啊，那个
松雪太子啊，这个他一说我什么领导干部，因为是今天我系扣了，你知道吗？我这个解开扣啊，我开始下一个动作开始干嘛去了？开到人家掀锅盖去了啊？问人家吃什么呀？啊，我操，你敢吃包子吗？我弄死你，好吗？是这样啊。松雪太子说：“大爷，最近啊俩仨月的风水干货，高产啊，像猪一样。”不是什么叫高产像猪一样，我他妈下崽儿的，我在这儿好吗？我要下崽儿就要下这么多崽儿，我这前边得有一双排扣，我穿这领导干部的衣服啊，前边得有一双排扣，你知道吗？啊，这个吃吃这边，吃吃这边，好吗？然后有的还从底下翻上来啊，吃完了之后呢，吃完之后往肩膀上一搭就走了。好吧，这个每个视频都得多听几遍，消化吸收。好 ，KY 来了，南海巨蛇，嗯，新会员，南天津的，94年，报数253啊，要不要申请调回总公司啊？什么时候合适？好啊，他就因为申请了会员之后，泽水困啊，好吧。首先这个数上面说，你务必。要啊，这个调回去，你要坚定信心啊，总公司才安全。你现在的底下的分公司会不会倒闭了？会不会的倒霉了啊？会不会倒塌了啊？反正这个三倒里边啊，有可能到来，好吗？啊，因为你是己卯年的福银啊，福银的话呢，好多事儿呢你扯不清楚，你还是回归这个总部啊，找你们那个老的那个领导啊，你问他啊，领导干不？领导说干啊，行，好吧，行啊，赶快操作啊，这个到这个4月份、5月份的时候最好能回去啊。0809阿妮塔、贝贝、培培啊、杨美美啊，我家白酒都擦瓷砖去了，效果这嗨是不是捣什么乱？这个修艺啊，HR 啊，今天感觉信息链极大，我往往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看似我说的呢，我在这说之前，我密密麻麻的写了这么一大片子啊，我通通通通通给你们念出来，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就随口就说出来？大爷也是人啊，大爷这脑也是人脑，我天哪啊，电脑。其实电脑真不行啊，好吗？因为我们这些东西妈电脑代替不了，好吧？这个麦琪打赏99.99，天哪，我靠的啊！麦琪这干嘛呀？那天前两天那个前两天我看那个徐晓东那个直播里边有一个人打赏，完了之后他说了一句，就是北京人顺嘴说的一句话：“哟，干嘛呀？打这么多钱不过了。”大嫂子的意思说不过了，麦琪家里边就有100块钱，给自己留了1分钱啊，然后99.99都给带了啊，完了说你干嘛呀？操，不过了，好吧，好吧，啊，大爷，流年卦时说的那个政府一年的项目的职位通知，下周二1月17号下午面试，我操！麦杰，行啊，麦杰，好，请大爷亲自指挥部署啊，咱们要给这个拿下来啊，这个你老公在这里边立功了没有啊？你老公立功啊？不是，嗨，谁说的啊？这个好吧，这个好啊，咱们要不要那个什么啊？咱们要不要那个985 958？哦，985是大学哈，这个958。麦琪，你那天穿着白衬衫啊，外边背着一个小骚的啊，有点绿色的那个小衣服啊，这边呢夹着一个小绿色的帽子啊，让你老公亲自陪着你去啊，
让你老公啊在旁边啊，在后边跟你那个你面试的时候躲你身后啊，帮你那个跟你说啊，你先这么说啊，这个什么什么这那的啊，跟你说各种的那个什么啊，这个中国的加上外国人听不懂的那些语言，你知道吗？啊，完了之后啊，这个好，那天呢，要是说能选择方位的话呢，你就从西啊往东。啊，这个坐西向东的方位啊，这个坐南朝北也行，好吧？哎，你然后呢，这个再带着一瓶水啊，不是一瓶水，一白水啊，一瓶一白水啊，好吧？哎，要是在家里边那个电脑上边呢也好，把这个一白水呢就放啊，把这一白水呢就放这个前边啊。是金属的啊，一定要听着金属的啊，放着一杯水好吗？这份工作呢提前咱给他拿下好吗？嗯，这个哎，你这份工作到时候啊，这个月薪是不是99.99啊？我看了你拿一个月的月薪都给大爷了好吧。然后是这样啊，给自己起一名字啊，这个嘿，说到起名字嘞，这个前那什么时候啊，说这个骰子有好多名字啊，这个大姐还说呢啊，你不知道啊？哎，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骰子去趟了日本啊，旅行回来之后跟我说，哇，有了日本的名字了啊。我说我操，你还起日本名了啊？我说什么名啊？啊，曹他妈的，我从此叫曹他妈的。日语曹他妈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啊。完了之后去了趟那个，去了趟意大利啊，玩完了之后啊，这个威尼斯水城什么这那说特好啊。回来之后哎，我说怎么着了？嗯，这个哇，有了意大利的名字了。意大利的名字是什么呀？啊，牛逼大了。操，我说这有点那个拉丁的那个啊，牛逼大了啊，牛逼大了啊，好吧。完了之后去一趟西班牙马德里啊，回来了之后啊，又给自己起名，完这个不说了啊，太恶心了啊，妈了个逼的，我操！我你这名最好听，最好听啊！前面的那几个名都不要了，不要了，你这不就留着那边？这是你终身啊，终身最最好的一个名字啊！我靠的呀！妈了个逼的啊！好吧，对，他后来给我们解释啊，他说呀，这个妈了个逼的是那个什么啊，你听起来，他说你们这个中国人老这耳朵啊老那个瞎听啊，人家在西班牙语里边是这个伟大呀，好啊，真正的牛逼，真正的宏伟啊，那个词儿，好吧，行，我说反正你就叫你的名就行了啊。好吧，说是麦琪怎么转到傻鱼狼上去了？麦琪哪天？1月17号啊，1月17号，我靠，亥水日，好吧。1月16号呢，你先把门口的那个门神迎太岁的那个东西啊，好啊，给它布置好了啊，布置好了之后，嗯，晚上呢再好好洗一个澡啊，洗一个骚澡啊，骚澡怎么？靠，这个。麦琪他们有一邻居啊，这个李大爷去了之后啊，麦琪一进来跟李大爷来了，洗澡去吧。大爷说你什么情况？我靠啊，我刚买了点冬枣，咱洗点澡吃吧。好吧，行了啊，好，过了行吗？嗯，好啊，这个心花怒放，你看没有？我看着麦琪这个报这数跟那个打赏，心花怒放了吧？好吧，艾米丽啊，这个听笑话来了啊。好，嗯，浪荡王啊，这个有很多干货。我靠，他们什么人都有啊，有听笑话来的，有这个捞干货来的啊，好吧啊，这个洋葱啊，这个洋葱，等会儿啊。这个你看一晃就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啊，我操，我就说全网现在上我这个直播做这么长的啊，是不是很少有人了啊？嗯，
前排观众乔安妮会员跟大爷通话，正在研究怎么打赏呢。70年的庚戌啊，这个月底从墨西哥去埃及，墨西哥去埃及，我天哪啊，这个墨西哥埃及啊，在非洲啊，那嗯好，185没问题啊，没问题啊，穿那个红色啊一点的东西啊，有这个什么啊，这个口红啊，腮红啊，这个胭脂红啊什么的啊，把你那嘴呢这样嗯啊，这个啊眉毛呵呵呵呵好吗，打扮的漂亮点，不知道你这个去有没有什么艳遇啊，好吗，埃及艳遇啊，埃及有艳后啊，埃及艳后，哎，是不是有个电影啊，啊好吧，好，2月初啊，这个比较好啊，176，嗯，你就185这个这个月底啊就行了啊。锵锵啊，大爱布局后要远离家乡一段时间，会不会有影响啊？没问题啊，好吧啊，你走了，你们家又没走啊？你走了啊，你们家的家宅宅神啊，帮你守护着家呢啊，你们家宅神嗯，以及你老公帮你守护着家呢哈、啊，好吗？众生平等，我老公打算春节到黑龙江谈业务，祝你平安啊，咱们这条可以过了。好吗，我操，去黑龙江问疫情影响啊，业务发展负面啊，这个从广东佛山去啊，835啊，疫情倒没有影响啊，但是业务呢有可能他妈谈的这个稀里哗啦的啊，让你老公呢带着这个几捆的这个广东的茶啊，随身带着很多的茶啊，好吧，哎，到那儿给人家呀，自己喝呀，留在身边呀，好吗？这一路能保他平安啊，争取谈成了吧，好吗？啊，也是把财神呐、啊、布置好了啊，把这个、他自身，你像他属兔的呢，75年的呢，你就给他在12生肖符里边找属狗的太岁符啊，给他佩戴在身上，好吧？嗯。怀孕啊，这个哎 ，G key 啊，什么玩意儿？喵喵喵啊！12月20号啊，搬离现在的房子，要搬家，要出国了。我天哪，你这么大的事儿啊，不是一个数能办到的啊，好吧？会不会啊？太岁爷2月4号上班啊，找不到我了。太岁爷啊，从来也不找你。啊，太岁爷呢，这个太岁爷在大爷的这个会员里边，你上那个会员里边呢，把那个太岁爷亲自请回来，太岁爷一直就不离开你了，好吗？啊，梁教授下周就过年了，对的啊，那个李小晨大黄太可爱啊，这个一脸的迷迷糊糊啊，松雪麦琪啊，大黄啊，小白子给瞅瞅，小白子找不着啊，四处啊游走去啊，巡逻去啊，大白啊，不是大黄永远不出家，大姐在哪儿啊，这个大黄都在哪儿，你说这个猫啊都有这个性格呀，各方面怎么这么差这么多呢，好吗？隔壁的大黑啊又来了，昨天大姐呢就在这个楼梯这儿呢就看着他们俩，他们俩在那互相向着，其实小白子呢这个头呢都不敢看人家啊，明显是怕了人家了，人家呢就老上我们这个院里来，小白子就老顶着人家，结果呢大姐说呢别老在这儿互相向着，大姐出去，结果大姐推门的这一刹那，小白子开始狗仗人势啊，开始跟人家大黄咔开始打起来了。大黄也不大黑啊，隔壁的大黑也不走啊，反正也那谁小白子也打不过人家啊。结果发生了一幕，这大黑不走，开始站在那儿啊跟大姐讲理。说明显不是对着小白子讲，就对着大姐跟大姐讲，我天哪，讲我大姐说那意思就是说明显的能听出来他谈聊什么，他说什么呢，他吵什么呢，他那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凭什么他不让我来，凭什么那什么来，那这么
猫呢是不可能说有你们家我们家领地的观念，人家看我们家这个比较干净整齐漂亮或者怎么着的，那家就不就差一点，那家那个男的老他妈喝酒去干嘛去也不管，结果人家说我来你们家这怎么着了，你凭什么就不让我来，我看呢在那儿足足跟大姐吵了一分钟啊，天哪啊，好吧，好可爱。大黄今天准备和刘洋葱这个好想咬一口，我天哪啊，刘洋葱你这个岁数呢暴露了你的这个年龄了啊，我们以前上地铁里边，那以前坐地铁上哪儿啊，那地铁里边只要有孩子，哎呦就那个半大老娘们儿，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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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咬一口咬一口，我操，为什么我对这种东西有心理伤害，我他妈从小只要啊只要抱出去，那时候我都开始记事儿了，不走路不会走路开始记事儿，妈的谁逮着谁假装咬我啊，人家怎么着，还有个别的他妈的真咬我，一般小时候特胖特胖，就据说我这胳膊呀印儿和这儿的印儿啊都能勒出一道印儿来，就是他那肉挤的挤的，你看我这手现在也特胖啊，完了之后小胖手小胖胳膊，妈谁逮着谁咬我呢，你说这不是咬胳膊就咬大腿，我靠的，我他妈好想咬他们啊，我他妈给他们咬块怀表你知道吗，遇见大姑娘咬我的，我就想老想给大姑娘咬块怀表，好吧，完了之后说咬手表是怎么回事，也是咬这儿，咬这儿完了之后他咬一口说哎呀你看我这个我给你咬块手表，那时候我他妈就不会说话，我会说话我真他妈想说我给你们爱给你们咬块怀表，好吧，招招别招我了，好吧，嗯，怎么打赏啊，好吧，什么钱都能收到吗，我操，除了冥币我们收不着好吗，什么钱我们都能收到啊，非洲的黑钱我们都收得到啊，嗯，好啊，李福洛杉矶89年报数685问大卡车后边车厢丢了，大卡车后边车厢能丢了，我靠啊，这个经过一个多月了还有希望找得到吗，嗯，你说这种情况啊我想起来了啊，你小子是不是那个欠了一屁股债啊，啊说欠了一屁股债之后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找大爷，大爷说把牙那屁股丢了，呵呵，让人把你这屁股兜走了好吧，行了啊，685说啊啊找得到吗，啊找得到啊，知道了吗，但是东西呢他妈的找不到了，呵呵，好吗，但是呢还是找，找完了之后呢他应该是有线索呀，有什么东西啊，你那车厢里边要是这个有什么货物啊什么什么的，原则上边啊他们有什么东西啊都应该能够有，能找到啊这个蛛丝马迹的线索啊，但是只不过呢是有没有意义，呵呵，要没有意义了麻烦了，也不什么值什么钱了就算了啊，好吧，嗯乐游流啊，这个谢谢大爷上次帮我老公看工作，他已经回国找工作去了啊，祝他平安，好，这个支付宝给大爷打赏啊，他能找到在埃及的工作啊，他找到快埃及的工作，我以为回哪个国找工作去了啊，好吧，那Linda 啊，这个上个月加会员啊，这个在线打赏啊，这个90年上海358怀孕3个月，家里边卧室空调坏了，冬天冷需要开热空调，床垫太软睡腰疼啊，换一个，问大爷什么时候请师傅上门，好，我操，这也问，人家说怀孕傻3年，你这怀孕还没生呢就开始了，好吗，你就开始找吧，但是你的这个报数呢说胎儿健康，你健康没有病，而且你们家的环境各方面都挺好啊，什么时候可以换床垫啊，换什么东西啊，要是没有的话呢这个就算了啊，就算了啊，这样也不影响就挺好，你至于说你那腰疼不是因为床垫的问题，是你怀孕了你睡什么床垫它该疼都疼，好吗，
啊，腾腾更健康啊，好吧，这个胎儿各方面都好啊。那个你们家正东是不是开门？你把我们的正东二黑和八白的这个啊合十的这个风水局，你给它布置好了，顺利的啊，财神爷啊，太岁爷还帮你看孩子，哎，帮你生孩子，多不容易啊，好吗？我想想这太岁爷这么多事儿啊，你知道吗？我都想哭，你知道吗？太岁爷太不容易了，好吧？五龙阳啊，会员深圳，72年的351。今天会选公租房哪个方向方位吉？哎呦，你看今天的这个好日子，尤其加了会员之后的这个啊好运气，怎么都那么好啊？2个月之内选公租房，如果要是能朝东南方是第一选，好吗？啊，西南方是第二选，实在要是南北的啊，南北的楼呢，那我们也朝东不朝西，好吧？啊，应该方位能够满意的啊，好吧？素颜儿，年前朋友会不会来？还308啊？哪有零啊？啊，好吗？38火地进啊，来吧啊！明大小号啊，参加了活动，认识一女的，聊的挺好啊。你问她名字是不是叫？早他妈的，好吧，日本的大姑娘，早他妈的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桃花？216说，是不是桃花，取决于你是不是跟人家很能聊。你要是跟人家很能聊，跟人家日夜不断的啊这个聊聊的话呢，别聊啊你的好，也别聊你自己想追求人家的心啊，你只是聊令人家能高兴的事情，你能不能坚持9天？你坚持到第9天头上啊，就可能变成桃花，好吧？大爷自己做广告啊，铁亏吃亏啊，干嘛呢？怎么着呢？啊，解开了才像啊，这个领导干部啊，解开了，记上的时候是不干啊，解开了是干部，好吧？这个生肖符啊，和自己的名字、生日写，愿意写写啊啊，好，能写8字才好呢啊。玉兰大姐有才吗？啊，有才啊，好。哎，我前面是不是又跑了？我在哪？哦，实时聊天，哦，还真是实时跑那边上去了啊。好吧，等会儿看看啊，待会儿咱们结束了啊，这个确实超时间了啊。我看到哪儿了啊？这个好，这个今天我争取把所有的人啊，这个打赏没打赏的人啊，我通通上来。过年前了啊，大爷呢也唯一的能给你们啊，这个带来点这个送点这个礼物啊，这个什么呀，见面礼啊，怎么着，就这样啊。这个人叫 PW 啊，人心脏大脑生命结束，心脏停止是人的思维节奏。哎，这什么意思？科学就代论吗？哇，这个问题太高深了，咱们懂不懂啊？好吧，哎，这个好 MC 啊，这个本来我想看，我都充分的看，结果他给我写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咱们这科学家啊都搞不懂的事儿啊，我们就更搞不懂了啊。这个你看刚才这个把人小妖拉过去了啊，小妖问工作啊，预测今年换工作啊，是酒店啊，这个还跟别的人支持我了，大爷回答我左右最近的行动量713啊，好像不像是啊有大的改变，还在酒店这里边弄啊，好吧。以你的8字上面呢，今年卯辰相穿呢，还要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这个正官星啊，子午卯酉的话呢，这个都是一系列的情况，要等到4月之份之后能稳定啊，好吧？好，我看啊，这个找工埃及啊，浪荡也生了啊，这个什么也完了啊，这个素颜明大小号阿尼塔也完了 ，KY 啊，薛凯元啊，颜色把底色改成透明的啊，那是电脑操作的问题啊，好吧，放一杯水放柜子上，放哪儿都可以啊，好吗？啊，这个安妮啊，男，加拿大，丙子年96的啊，这个346。4月份毕业，请大家看啊，4月份毕业有可能到今年的10月份啊，
啊，找到合适的满意的工作，前边呢你都在尝试的和谈如何实习呀，干嘛呀，怎么样的这个工作，多谈几家啊，十月份之后有好的运气啊，海中月打赏带给我儿媳妇选人好日子，等不到胎盘老化，只能提前大年啊初三的日子了啊，好吧。这个你呢肯定是说呢，这个你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再给你挑啊，在这儿啊我什么信息都没有，我不知道啊怎么挑，好吗？我说大年初三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你指的大年初三是22号，大年初三是不是24号壬午日，要是24号壬午日呢啊，这个普通说呢这个到这个月丑午相害了，2月4号这个腊月里边还在腊月里边，好吗？啊，这个好，这人数字是11112，打赏11.99，问啊，报告个好消息啊，12月您说的我女儿转学去澳洲更合适，我女儿上周日7号申请到澳洲啊，今天14号出签。特别顺利，所以啊，一百水呀、啊、毛笔呀、啊、这个大一码呀、蜡烛啊、长明啊，全部按照大爷的风水局我都布置了啊，好吧，哎，就来了。好吧，谢谢大爷啊，好吧。他又说我女儿啊246啊坐标啊什么，他可能是说从北京到那边去啊，246说呢数啊各方面啊，这个你们家西边啊要有开门，西边要有房间，你把西边布置好了，今年的6白加4绿的合时局，好吗？保你女儿顺利的到达目的地啊。好，那个麦琪，麦，我这东西又跑了啊！等会儿啊啊，这个众生平等啊，我看到哪儿了啊？哦，玉兰大姐，还有这么多啊牛病的这个名字呢，哈哈，好吧，牛病，好吧啊，这个刘洋葱半大老爷们儿，举着孩子，你们见着过吗？啊，现在可能不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地铁里边哪儿啊，这个公共车啊，这个我摇口呀，好吧，嗯，小时候还有那什么呢？他妈的有那个骚了吧唧、臭不拉几的那个啊老男的啊，完了动不动还掏个蛋吃，看哎放嘴里边，我小时候看他们那种。我操！我就觉得我啊，有意思吗？然后自己看看自己，我操，真好吃吗？我操，好吗？我那时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思考啊，怎么就掏一个蛋完了，看那就吃了呢？我见人类社会啊这些哲学问题啊，我们在2岁啊这个前后的时候都开始面对了很棘手的这些问题，让我们思考啊，好吧，嗯。行了啊，这个没了啊，这个兰尼啊，这个我们家房正东啊，胎儿胎心大爷回答了啊，解惑了啊。好，你看我就说看他问我这个话说的时候，这个树上就表示他们家正东啊，就是门嘛。好，他就说放心了啊，我第一回啊这个上课来啊，谢谢大爷回复啊，谢谢你啊，祝你提前生个这个那什么。但是你小的时候你要生了这个孩子之后，你别老让人家啊掏他一个，哎，掏个蛋，好吧，行吧啊，这个迟到了啊，艾米丽啊，带八字啊，67年啊，美国中部啊，503啊，你怎么还有零啊？别有零，3个1到9的啊，不重复的数啊，有机会面试嘛啊？这个毛笔啥的我都准备好了啊，这个5308啊，好像说差点啊，差点咱也努力呗啊，好吧，换上一百水啊，把这个毛笔旁边放一百水啊，好吧。这个吃人陈啊，我是会员，下周约个男生出来吃饭啊，都是单身啊，进展如何？我靠，你跟我说清楚了，他是男的啊，你是谁呀？啊，你是男的女的呀？啊，前两天那哥们儿打电话，我说这个你女朋友怎么样啊？他说我没有女朋友，我说你就当做是女的找女朋友。好，就明白了，好吧，嗯，这个105，你看又来一零啊，好吧，这个3天哪天合适啊？你的八字没给我报出来啊，你给我八字报出来，我才能看上去。从这3天开始，我觉得乙亥日合适，好吗？支付宝请大爷喝茶，好。
乐阳良打赏，谢谢啊！这个大爷提前两天给您打电话啊，蓝天，好嘞，哎，行嘞，就到这儿了啊，祝大家啊，这个从小年开始啊，到大年啊，到这个长年啊，到万万年啊，到这个千年万年啊，咱们永远啊快乐，好吗？啊，王桂花掏个蛋没懂。掏个蛋，知道了吗？这么大点小孩啊，这个上人家那个这个肚脐眼偏下啊，三寸两寸的地方啊，掏个蛋吃，还得扔在嘴里边，还得发出一个声响来。我靠，你怎么不懂呢？你是不懂，因为你没有那玩意儿。好嘞，再见，再见，再见啊！下周三我再直播一次吧，然后就过年了，咱们就休息了啊。好嘞，点赞啊，加会员啊，这个订阅还是什么来着啊？给大爷打赏，我告诉你什么都来啊，好吧？再见啊，再见。